这个是那天晚上救的一只狗狗，它的眼睛被人打的，眼睛珠子掉出来了，还掉了几颗牙，已经给它做了摘除手术了，就是眼睛已经拆掉了，牙齿也给它拔掉了，看很瘦很瘦，而且这只狗狗的年龄也比较大，恢复得很好，到时候拆了线就可以回家了。你看看瘦的啊，好小的一只狗狗，乖乖乖乖。今天送狗狗过来做绝育手术，顺便看望一下它，好看吧，看借我摇尾巴摇的，知道我救了它，很乖的，给你起名叫五月，你知道吗？以后你有名字了，叫五月，小五月。虽然一只眼睛，但是还是影响不了你的漂亮美丽。哎，去睡觉吧，小五月。来，去睡觉觉吧。看是小的，又小又瘦，身上瘦的就一把骨头。哎呀，想下来玩会儿。咱不下来，咱不下来，咱就在这里面，乖一点，等你恢复了带你回家园。五月，小五月我们的，然后咱们再去看看我们的其余的狗狗，还有腿烂的那个截肢的那个狗狗，都在医院了。其实我们所救助的狗狗，每救助的一只狗狗救助回来，就是病了。残的第一时间就送到医院了，根本就没时间给他们录视频，也没时间是直播之类的，第一时间先送到医院给他们治疗。